尊敬的诸位大师阁下，尊敬的安东尼尔市长，诸位宗教领袖，诸位代表、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首先，再次感谢诸位大师远道而来。本次我们目睹了图文巴打造和谐示范镇的各项成就，了解了此地的诸多经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提升了我们的愿力。本次访问的行程虽然不长，但是我们的学习与研讨却影响深远。我们共同商讨如何学习圣贤，继承传统，把教学为先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必然能够与人类的思想中构建和平。今天因缘殊胜，在澳洲金钟学院温馨晚宴上，我们聚集一堂，感受图文巴文明互学互鉴、族群平等相待、人民和谐共处的美好。我们满怀感恩，彼此欣赏，真诚愉快，充满了温馨。我们相见甚欢，所见所闻正是美好世界的缩影，全球和平的先声，净土天堂的祖先。净空此刻充满欣喜，深感荣幸，记得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来到图文巴，买了一所教堂，展开佛陀教育。那时我们除了把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之外，教堂原本的建筑风格、管风琴和小天使等等，我们都恭恭敬敬、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邻居看了很欢喜，很放心，知道我们不会破坏文化，亲眼看到我们在用心保存文明，串它成文明。所以金钟学院开幕的那一天，我们举办温馨晚宴，将众神一体、宗教一家的理念介绍给街坊邻居，他们听了都认可、都欢喜，期望我们常常举办这样的活动。就这样，温馨晚宴成为我们的
保留节目，每周六不间断，直到现在已经18年了。图文吧每一位市民都是我们座上宾，大多都参加过晚宴的分享会，有了10多个宗教和广大的市民的积极参与，大家寓教于乐，寓圣教于美食，渐渐成了一个教育的平台，分享的平台，这让我想起了佛经中的相继果。相继果人的人舍根离，所以他们闻法的时候不是靠听讲，而是靠吃饭。你做出美妙的食品，他们一吃就开悟了，妙不可言。我们图文法和相继果一样，有美食，而且我们更有爱语，这是精神食粮。中国的古人说过，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我将它归纳为10个教学为先，从修身到治国，从事法到佛法，无一不是教学为先。就连请客吃饭也是教学为先。那么我们要问，图文吧的教学内容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教学让图文吧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和谐示范者？我想这个教学可以用《无量寿经》的一句经文作为总结：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我们尊重爱护一切人，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和颜悦色，这是恭敬心、爱心的自然流露。我们所说的话一定是利他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理价值。大家在一团和气中自自然然积极向上，共同进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智用和为贵。在温馨晚宴上，各个宗教的代表、各行各业的市民都可以分享，都能够传道，他们所说的话就是爱语，他们所言所行就是教化。宗教回归经典，宗教回归教育，现在图文吧的实践还让我们看到圣贤教育确确实实活活泼泼，润物无声，与吃饭聊天之中
随缘妙用，闻而化之。温馨晚宴论坛研讨属于社会教育，这是教育三个主要方面之一，另外两个方面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根本，学校教育是重点。本次访问托马，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条龙的学校教育试点已经展开，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释迦牟尼佛以及各个宗教的创始人都给我们表演出来了这个关键。孔子把它说明白了，就是先行其业而后从之。圣先人所教的都是他们已经做到的，自己真正做到就能感化别人，这是劝谕促进。一条龙的学校最可贵的是从小教起，十多年来不间断，这是长时熏修，学校的老师都能够把传统文化的教诲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为人演说，就一定能成就人才。中国历史悠久，五千年来每个朝代都会有太平盛世，为什么？因为每个朝代都有一批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他们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的真正奠基人。他们生活在乡下，教导儿童，收入微薄，人们称之为三家村的穷秀才，但是他们的功德之大不可思议。同样的，我们相信图文坝多元文化村的郝老师不仅能给图文坝给澳洲带来盛世，还能给为全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这是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我们不能小看，对此我们心存感恩，充分利用科技的发展，尤其是5G 的发展，让全世界人民时时看到这里的教育、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和谐与美好。大家虽然没有置身于图文坝，但就身临其境，图文坝就真正的是名副其实的示范成了。我们坚信
贫瘠脱麻过足群的真诚与努力，定能做出榜样，感化全球，为世界开启新的千年盛世。这是世界最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的心回归到神圣的爱之中，与世人融为一体，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凭借无极的发展，我们的信息与全球共享，我们的爱心散播到各地，我们的实践启发各族人民，果然能够如此，地上的天国并不遥远，人间的净土就在眼前，美好的世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过，只要我们肯断恶修善，肯彻底放下，只要世人肯回头，天国就在眼前，极乐就在心中。最后，我们向远道而来的大师朋友们致以最衷心的祝福和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为世界和平不辞劳苦，上下求索，感谢图文巴人民用爱心和智慧尽心尽力构建多元文化和谐示范者，为全球人民造福，感谢古圣先贤，感谢诸位代表，感谢一切众生成就如此殊胜美好的因缘，让我们如同置身相继过中一样，法喜充满，恭祝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吉祥，祝福澳洲国泰民安，国运恒昌，祝愿寰宇安定和谐，盛世再临，谢谢大家。